盖房间要温暖，你就用猫 Air， 就算在家疼巴特你也不会冷。它出风口很窄，但它温度升很快 ，Just Heat It， 陪我度过冬天 ，Just Heat It， Heat It， Heat It， 冬天就用猫 Air， 猫 Air， 吹几分钟那边就会变暖，推到躺在旁边就会变短 ，Just Heat It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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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eat It。今天呢，就要跟大家来分享一根又粗又长又会爽的外国，而且还是黑的，就是这一台 BMX 猫 Cross Honey， BMX 猫 Air Cross Honey 三合一清净冷暖循环扇。为什么名字会有点长？它是有三合一的功能，冷风、热风。还有空气清净的功能，尤其是自从有小孩之后，就一定需要一台。就是妈妈自己抽屉都会有一台。非常的简约，而且它跟一般的传统电扇非常不一样的地方，就是它没有叶扇，无叶扇的那种空气循环。很多的勾啦。不用怕。我觉得下雨凉。猫 Air， 叶问。我说叶问，我要 3-in-1。第一个功能就是要讲到它的凉风的部分，不只是凉风，它还是凉风循环，可以最高到9段，摆头可以到80度，它会帮你把这个房间里面的空气做流动。就是不到开冷气，可是你会觉得有点闷的时候，我有开，然后直接吹，不会头痛的那种。因为它的风力是属于比较自然风。嗯，睡觉前，体温比较高嘛，可是睡觉之后你体温就会变。睡觉前体温会那是10年前的事。什么？10天前吧。它没有叶扇，家里有小孩的，或者是家里有宠物的，就非常的安全。它手不会放进去。他们上面是说可以吹到6公尺啦。我特别做了一个小小的实验，又换了一个新角色来做，请看。风力大挑战。风很大，哦，是不是特别凉？头发还会一直动的。你看，它的声音也没有到很吵嘛，出门就更小声啦、啊。完全以为没开。我觉得这个东西有一个缺点，因为传统风扇声音很大。对。所以我们在隔壁房间，如果不小心发出什么声响，它会听不到。那你用这么安静，它就很容易听到隔壁房间的动静。那这台就放我们房间就好了。他房间还是用传统就好了。工业的那种。还工业的，你是有叫不大声的平常。踢嘞，踢嘞，猫爷猫公爷就是踢嘞。你在唱台语？就踢嘞啊，就那一个啊。BMX 猫 Air Cool Sunny
The Sunny 的部分，它这个可以有一到四段的暖风的风量，然后温度呢，你可以设定到30度。你大概开了一两分钟之后呢，你那个大概小小的地方，它就会长得暖起来。前几天有点突然变凉了，弟弟有一点那个流鼻涕，我就直接把它切成暖风，在客厅先吹，然后他出来吃东西的时候就不会空气这么冷。他的暖风是很温柔的，你知道有的暖风扇一开下去，空气是闷的，尤其是像那种以前那种会发热的那种灯，用以前的机器开进去，你就会觉得好闷哦，好像三温暖的那种闷。对，但是这个我就觉得很舒服，讲真的真的是很舒服。它的风口这边的温度可以来到大概50几度，它有防烫的设计，它的旁边这边你摸基本上都不会烫的，你开暖风的时候。你要舔它吗？你要舔那个风？想舔舔看吗？哇哦，平常那边没有那么烫啊。以安全为考量，尽量还是不要直接用手这样的。然后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，就是什么？听到？你找一下，它就停了。它死鱼了。尤其是你家里如果有小朋友了，猫小孩，家里有年纪大的长辈，它这个东西就是很安全。接下来就要讲到它第三个功能，就是空气清净的功能。Let's go。一来用一个 Air 猫 Air， 人拢用我 Every day， 会烧会冷会爽，猫 Air 酷三年，全台免洗，清气 Air Air， 猫 Air 酷三年 ，Every day 哦。第三个功能就是非常重要的空气清净的功能。太冷暖都不重要。它这里面呢有一个滤网。对，就这个大的滤网，它的过滤的层级是 HEPA H13， 它是可以过滤那种空气中的那种细小粉尘，然后甚至比如说你毛小孩的头发，你只要在冷风或暖风的时候，你只要按它这个 UV 的杀菌灯，你按一次，它通常都自动杀菌一个小时。它还可以有效分解霉菌、细菌、病毒哦。没错，使用冷暖的时候，它就同时在过滤空气了。因为我们这已经用过了一段时间了，有一些那种灰尘。那好清吗？它这个旁边，你只要这样子擦一下就好了，就擦掉了。如果是一般的毛发的话，直接手拿就可以把它剥掉了。但是这个牙刷是要换掉的。当然了，不然你跟谁有仇的牙刷？那蛮好清的、啊。对对对，然后重点就是说，你清下来的一些灰尘呢，你就要把它洗掉。让我们用这一台很不错的吸尘器 ，BMX 猫 Air Cool Sunny 三合一清净冷暖循环扇，有谁需要这样子的一台机器？谁不需要我就问。你们家没有电风扇吗？有啊。你们家没有暖气吗？那你们家有空气清净机吗？对啊，有啊，可是你有这一台，你就可以用一台抵三台的那个空间。可是我觉得这一台用到现在最吸引我的，应该就是它的温暖。哇、哦，跟我一样。这个部分我没有办法吐槽。其实很需要的就是你家里有小孩，家里有养宠物，然后还有老人家，一定要需要的。单身你也是很需要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这一台呢就很时尚，没有夜扇，不用清理，外观看起来很高级。外面看起来你都不会觉得说像一般传统的那种无夜扇的，它都是卡灰尘卡在下面，你就要黏半天。现在讲到最重要的就是它的价格，只是二合一的那种无叶扇的暖风扇都是10000多块，对不对？它现在好像有出那种加了空气清净的，可能都要贵。我们自己用过这两个，它真的没有比那个难用，而且我甚至是觉得它超用。那我现在要讲价格了，你会被吓一跳。这个在Momo买的话，他们特惠价的时候是5980。小蛋姐嘞，先别急着下单，今年双十一超特惠只要5611。记得活动期间再去买哦。我们前几个月买了那个设计款的循环扇，就已经3000-4000，至少3000-4000。而且它还是有夜扇，如果你要清的话，你还要把它拆开。所以你看它的 CP 值是不是很高？对，跟之前的我们那个吸尘器一样。
他们家的东西真的是不是说修个短袜而已哦，它便宜，但还有注重到它的功能性跟设计感，真的好用，真的是舒服。我觉得尤其是暖气，大家回去可以试试看，它的暖气真的是不会让你有窒息感，不像那三温暖这种是非常舒服的。你讲的第二遍，非常强调它的舒服，有没有舒服？他这个就是很不错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缝。